那像你之后二月份要跟王世坚在延上王世坚对决哦，反正不是二月吧，一月半七月。他确定要肥头了？啊，我不晓得那个伯恩来找我说，他们要看一个节目，冲收视率，我说好随便。所以在上面就不会客气了哈，因为已经卸任了。啊，不会啊，也没什么要谈的、啊。你们最想跟他讲什么话？大家都辛苦了，会安慰他一下吗？你不会，他安慰我，那什么？还是会找他加入民众党？等到他被民进党开除以后，不过太快了。我觉得他这种讲话速度很快就被民进党开除了。好，OK， 好，就这样。哇，这样你要穿一下你怀念的衣服。这个很怀念，帮你穿一下好不好？哇，这个实在是八年前带来的那件，八年前带来的衣饰头，可以帮我剃一下吗？啊，剃一下好不好？哇，你要又变回柯医师？是，我记得我还有个我的，等一下，哇，我的身材在。识别证，识别识别证吗？没有过期吗？要！哎呀，我的识别证还在。天哪，我还进来在。对啊，我当时还是创伤医学部的。在山上这一件会有点感动吗？不会，哇！台湾科P回来了，哇！这才是大家最害怕的。像昨天院长有被问到说你的那个资格事情啊，他讲到说因为你身兼党主席哦，可能这校方还要讨论，可是他应该觉得没什么问题，他觉得你回去啊，医院还是会全力以赴。那、啊、全力以赴什么？大家为了。算你保持得蛮好的。哇，这衣服都没有洗那么多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市长下礼拜又穿这件吗？对呀、啊，不然穿哪一件？我还有两件。这个是，这衣服都白色里面。你现在在医院都穿白衣服，很少穿其他颜色。好，就是收起来。像你躺椅要带走吗？当然要带走啊！不留给蒋万安哦。这是我的，哈哈哈哈哈！从台大带来的。他床是郝龙斌留给你的、哦。对啊，很好龙斌。你有睡过吗？到今年才有，我以前都是坐一下就起来了，很少机会。我们又没有睡午觉的习惯。所以床就继续留给蒋万安。看他要不要用，搞不好他用比较好的床。这个是我从台大带来的。好，就这样，意思不要，带走，那就不要那就。宋，你身上这一件穿很久了，这一件从，你常看到的。这一件我从大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衣服是这样啊，从。穿到坏掉为止，所有的衣服都是八年前的衣服。我的衣服的，差不多你们看到都是八年前的衣服。我几乎，对啊，很常看到。这是八年前的衣服。这是上初三。你不要看我收衣服了。那就像你可以先把那个医师服收进来，然后我们就出去拍给他。那我看现在来走。现在我们在做个 CG 画面就好了。哎呀哎呀，你的医师袍我要放进去。哎呀哎呀。哇，这是，这是标题叫科批回来了。啊。比这个更可怕，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标题。科屁比科市长可怕、哦。哇，科屁太凶了，科屁。
如果摸那些已经问题都离开的时候，那些都还没去医学院。好，好，当我念。还有一个席子要收起来。这个到时候再收。席子要收，那我这个还，我看这直接再回去了。那你就两双一模一样的。这个袜子就给长官了。这个，哎呀！那你在躺着的时候都遥望总统府吗？没有了，说要只能看到天花板。所以阿扁之前说什么看到总统府是骗人的嘛？真的？没有，我就每次都幻觉。我上班的第一天就在看，奇怪，我怎么看得到？后来还不信邪，到十二楼又看了一遍，然后知道啊，这个原来是幻觉。他是心里有总统府。对啊，问题是。像我看没看，遇到没看到。好了。那我们这边。好。他们在问什么？没有要问。啊。就坐着。问一下，市长，你后面这幅画是有什么代表的含义吗？是不是想找谁当你的靠山？没有了，这个有朋友送我的，他说这个什么，人家说什么要靠山嘛，然后就他说台湾最大山是玉山，所以就画了一个，再找一本哪一个画家画给我，谢玉山我也不知道。那他去买的时候，他后来说，哎呀，这个很配啊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都是你们民众党的颜色。我说好了，随便。那我一直很想问你，前面一把剑，你那是明朝的剑吗？哦，没有，这个是黄埔军校，这把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送的，这蛮特别的。这军方，这黄埔那个陆军官校毕业学生，一人会送一把。他为什么要留这把剑？有什么意义？这人家送我的。你这样不跳一下？这个上面还写青睐精神呢。那你现在有没有想到你最后一个恭维奖先生？有啊。都留好了、啊，就是那个，哦，这个警察局，不，我们不是那个护议案被打掉那个吗？后来他们警察局要写一个，要怎么办呢？我说我一定要在上面交代清楚了。哦，这个财团勾结议会，哦，这个榨取国家钱财，我就要写在上面。啊，这个我还是非常反对的。这个为什么台北市这要无缘无故一年浪费8600万？不需要嘛，没有必要花那个钱的、啊。所以说，我一定要在最后用公文交代清楚了。